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脸猫猫姐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。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无论是我们在发邮件给 2C 客户，还是给 B2B 客户，以及给 YouTube 或者 Instagram 网红发开发信，都知道邮件标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如果邮件标题没有吸引到用户，邮件内容写得再精彩也是没什么太大的作用，因为用户压根就没有看到。接下来就告诉大家如何制作邮件标题的特殊符号，从而吸引用户的注意力，增加打开邮件的概率，至少比纯文本的标题 EDM 营销更加有效果。另外告诉大家如何在线制作邮箱签名。有时收到邮件，看到有的客户邮箱签名非常漂亮，有头像、职位、社交媒体账号等信息，如下图所示。接下来就告诉大家，借助一款工具，我们也可以做出如此炫酷的邮箱签名，从而让用户觉得你们是非常专业，只需要按照这个模板输入对应的信息就可以，以及上传头像，放上自己社交账号的链接。需要注意的是，上传头像的时候需要输入链接，先把头像保存在 Google Drive，然后复制链接，而不是直接上传头像。网上随便找了头像跟 logo， 以及虚拟的一些姓名、地址等信息，填写完成之后就是下面的这种格式。 HubSpot 上有很多的签名模板排版可以供选择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爱去选择喜欢的排版。填写完毕之后，下面有个 Create Signature 按钮，就生成了邮件签名的模板，就可以复制添加到自己邮箱签名那里，这样邮件发出去就比之前显得专业很多。